结果他有没有杀？杀掉20000多块、欸。哦，不错啊，不过当然就把纸张改变了，把纸张改变了，他想的都是那个最好最好的。但是有时候是要适合的。嗯。不是最好的就好，就是要适合。结果他说，老板跟他讲说，你不要这样，你用一般的我那个印刷的纸就不会这么贵了。他没有说我奶奶80几岁可不可以打个折。他没有。对啊，那是我奶奶几岁要做的那个啊，那个回忆啊。嗯。老板，你有没有奶奶？他们很难把奶奶拿出来搬出来做什么。可以啊，敬老啊。脸皮还很薄的啦，脸皮很薄，不像我们，我们几十年的皮越来越厚了，就对了。对啊，去买个菜，哎，老板，顺便送2根葱吧。哎，我倒是不会做这种事情。当然，这是一种生活上的经验嘛。嗯，哎，老板，他送我葱，说我们家不用葱，你不用给我。那他会不会说给你辣椒跟姜？他就我说我们家葱姜蒜都不需要，你不用送给我东西。我去买姜，你从来没这样会送我东西的。老师，那个在那个什么那个老街平埔街那边 啊，有一家是那个菜架子啊。然后刚开始我去买，我都觉得它比较贵，但是那个老板娘送有一个好处。平埔街哪里？哪一条叫平埔街啊？就是那个是普新街啦，不是普新街，对。然后那个老师在慈恩牙科，不是那个普新牙科那里。对，哪有个普新牙科？他是我同学，他是你同学啊？小学同学。啊，他真的有比较贵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他帮你那个算账，算完账以后，尾数会去会去头去尾。他会没有只去尾而已，去尾数还得了？去一点尾数。在那个培元那边吗？